卖方的选手铁莲花大力猛陆爱玲。KO 对手，太皇女子泰拳比赛冠军，亚洲女子泰拳锦标赛的冠军，她就是阿皮蒙陆爱玲。那么她今天将会对战的中国选手是谁呢？她就是19岁的烽火女侠王洁仪。12胜10胜2负2次 KO 对手，福建省女子散打锦标赛的冠军，全国女子武术散打锦标赛第三名，全国女子武术散打冠军赛的第五名，她就是烽火女侠王洁仪。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的这场女子比赛正式开始。好的，那么这边趁着我们的举牌宝贝来进行这个第一个回合。在举牌的时候呢，这边我们先来介绍双方选手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中方的选手的身高是1米64，是比对面选手的这个身高是要有个3厘米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体重是比对方稍稍多一点点，说明这个铁莲花的体格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有力量，一定要小心对方的这个重腿。好的，第一个回合也是已经正式开始。双方选手上来都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态度。我们看到泰国选手这个袭击也是非常凶猛。洁仪的动作更轻盈一些，更快一些。对对对，啊，看得出来，这位泰国的铁莲花就更力量更足一些，力量型选手。对，到底是以柔克刚，还是能够以力破巧？对，以力降实惠呢？哦。双方还处在一个试探的阶段，其实女子比赛跟相对男子比较来讲，女子的力量肯定跟男在场上的这种激烈程度，包括力量，还是跟男子有一定的差距。是，包括在场上女子的这种思维能力啊。有一拳非常的重啊！刚刚，我觉得还是泰拳的这个风格更多一些啊。你刚才那个说这个泰拳选手是不是练拳击？我觉得还是他的戏法看得出来啊，腿法、戏法。虽然动作不多，但是控制距离啊，场上节奏还是能力还是有的，相当不错，相当。场上局势比较焦灼，也看不出来。对，这个王洁仪呢，也一直也在找这种突破口。就我觉得可以打乱这种节奏，因为泰国人是比较适应这种节奏的，就是你来我往啊。
第五个马上就要结束，看看双方会不会再组织进攻。其实王老师，就阵地战来说，会不会是这边太方选手比较有优势呢？从第一局看得出来，这个我们东方的选手呢，从实力上啊，还有就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呢，往往在第二局的时候要采取一些战术。作为太方选手，知道他可能知道，然后这种中近距离啊，这种可能会吃亏，所以说他一直在控制住距离。我觉得如果说想扩大战果的话，我的东方选手王建宇还是要打破这种节奏。我觉得对于王建宇来说，还是要打这种快打。重拳重腿，可能更对王建宇更有优势一些。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边太方选手控制节奏、控制距离的能力是非常好。看第二回合的局势会有什么变化？Thank you.
like a drug dealer, we get that cold poppin', bird shopping, dropping, don't you step to that. Triple six, gun stick, bitch, we don't know.最后一个回合的铃声也是已经敲响。哦，这边上来，继续进攻，哇，好凶悍！我们看到，经过这个休息之后，太保选手这个状态明显回升了很多。哦，这波我们看到牙套是脱落了。哇，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太高选手这个体能恢复的非常的快啊，在这个回合我们看到状态明显有一个回升，因为他前两局的时候出的动作比较少，相对来说消耗体能，对，保存体力也保存的更多一些，所以说他第三局的时候就把全部的体能发挥出来，这也是太选手比较善打的这种节奏的风格啊。第一局热身，第二局慢慢的加快这个速度，第三局然后全力以赴，然后把这个节奏带动起来，哎，因为其实在国外的话，泰国真正的这个泰拳是五局的，所以说他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慢慢的这个去进入比赛的节奏，所以说他第一局第二局就不是放得太开，到第三局的时候才是他发挥最激烈的时候。现在场上局势非常焦灼，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王庭一点掌声。哦，越战越勇，越战越勇啊！手。
26岁，1.79米身高，80公斤级。他的战绩是28战19胜3次 KO 对手。2012年西班牙自由搏击75公斤冠军，2013年国际搏击争霸赛80公斤冠军，2014年世界自由搏击比赛75公斤亚军。他就是 Alago。今天在现场，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的年仅18岁的黑面金刚黄天杰。中方选手黑面金刚，18岁，身高1.80米，80公斤级，来自中国，11战9胜，两负两次 KO。福建选手男子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在2013年他就是冠军，2014年福建省省运会男子75公斤级的冠军，2014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他就是黄天杰。这场比赛将是魔王对战黑面金刚，究竟谁更胜一筹？我们把比赛交给他们，现在比赛开始。好的，谢谢我们帅气主持人，谢谢我们美丽的宝贝们。这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土库曼斯坦是一个中亚的国家，让我们来看看伊斯兰教这个真主的战士是有怎么样的实力。我们看到黑面金刚大战地狱魔王，哇，上来就非常凶的这个中腿，我说这个没有太多试探，拳腿都非常重啊，对，直接上来就进攻，80公斤级的较量。因为随着级别的这个体重的增加，随着拳腿也更重了，对 ，KO 率也更强了，对啊，就是在场上，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 KO 啊，所以说大家现在这场比赛不要去洗手间啊，也不要去眨眼，屏住呼吸啊，对，可能从洗手间回来已经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越是这种高重量级的比赛，这个越是容易在一瞬间之间决出。这边我们看到一脚重鞭腿是直接将对方击倒，不过我们看一下，应该这边还能够继续，对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一脚是一瞬间让对方是稍微有点眩晕，不过应该问题不大，这边还能够继续比赛。都有可能被 KO， 也有可能 KO 对方。是的，是的，现在完全看不出这个比赛的这个。对，这是一场风雨。非常紧张，非常刺激。其实，这个中方选手的腿法还是给对手造成了对杀伤力的啊，造成了影响的啊，心理上已经害怕了啊。连续练腿非常的紧啊，好好练腿，所以说多起腿啊，注意自己头部老手，上别再用，上别再用，不能，哇，这波比较神，哇，其实这位地狱魔王的防守也相当不错，虽然那个一轮那个右手挡住的腿，但是还是这个力量太大，还是受到这个重创了。哦，第一个回合马上结束，看会不会继续进攻。
第二回合，双方刚才的教练，这个教练在刚才有没有布置什么东西？这边手套需要处理一下。这边外籍的教练大喊防守，防守。非常的放松啊，我们中国选手这样连续的进攻是不是在体力上会在第三回合可能出现问题？对，其实双方现在体能都消耗很大，对，所以说明显的动作要慢了许多啊。第二回合马上结束了，因为我是有偷听刚刚土库曼斯坦这边教练团队的这个建议啊，是打这个 one one two 的联合拳，那看一下我们中方选手如何应对。这波非常的凶，我们看一下，逼到边角的机会。这个双方的抗击打都很强哈，对对对，并没有造成非常有效的伤害。对，然后双方也都打了很多重拳，也都挨了很多重拳，所以说一直还都站在场上。确实，看现在精神状态还可以。
我们中方教练团队在喊不要放松防守，这个时候不光是双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意识的较量。这个手一定要拿得起来，观众朋友们，再一个我们中华的再加油！哇，哇，哇！哦，这球完全打出来。我相信这个结果你们也猜到，对不对？是吧？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红方胜。但是呢，他的拳更硬，腿更硬的
46公斤。2012年香港国际武术节少年组散打比赛第一名，2013年贵州市少年散打比赛44公斤的冠军，2014年黄武节中泰英雄争霸赛少年对决组的44公斤的冠军。在他的比赛生涯当中，没有败过，5战5胜，他就是王玉豪。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裁判，比赛马上开始。好的，谢谢帅气主持人，谢谢我们两位美女宝贝。在刚才休息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也是欣赏到了我们两位大师我们带来的传统武术表演。那接下来回到我们激情四射的赛场之中。这边我看到泰方教练团队也是非常郑重的将选手头上的头箍取下。好的，第一个回合也是正式开始。哦，上来就是非常重的腿，连续进攻，没有太多试探。这两位小伙子一上来就拼了，非常的凶狠啊，非常激烈啊。看你技术要领掌握的都非常好，确实是，确实是。您还记得在这个上一站您对我们这个王玉豪的评价吗？哦。这位小伙在倒地的瞬间用了一个戏法，对，时机掌握的特别好，确实双方选手实力都是非常不俗。我们听到这个泰方教练团队的喊声是响彻整个场馆，我们中国朋友们的热情在哪里？其实这位泰国的小选手这个已经有12战了，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像这个来说，对对，大家知道在泰国有很多这种少年的比赛，他们从小就开始习练泰拳，所以说他们的泰拳的底蕴非常的浓厚。我们看到这个泰方选手无论是膝法还是腿法都非常的重啊，哦，这位泰国小将技术确实非常的娴熟啊，很厉害很厉害，连贯性啊，控制距离，包括到内围之后，对啊，膝法的使用实力非常强悍。哦，这个搂抱之后袭击只能一次。找机会先缓一缓，王玉豪也是非常坚强啊，对对对。第一个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坚持一下，等待这个休息时间调整。哇，这个第一回合王老师，这个泰国选手给我们展现出来非常强悍的实力啊，从技术上，从这个经验上，我觉得这个泰国的小将对都非常的有优势，在14岁拥有这样子的这个，对，将来我觉得应该是不得了啊，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咱们这位中国的小将王玉豪也非常这个坚强啊，对，非常坚强。从这个我觉得从经验上可能还稍微欠幼稚啊，对对，但是他的这种意志品质也非常坚强。这是我们最希望所看到的，在搏击场上绝对不只有技术跟力量，意识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对，看一下在第二个回合王玉豪这边的教练团队能不能给出一些方法来挽回这个局势。
第二轮这个比赛开始，我们为王玉豪加油！王玉豪，王玉豪，王玉豪，王玉豪！我们看到这边泰国选手这个腿法对于距离掌握啊，这个袭击。泰方选手用膝啊，他有时候他会很直接，国内的选手一般他搂抱之后才会用膝，因为他们就是说直接迎击，用膝迎击直接进攻。对，这个膝法对于我们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通过这种晃动啊，对，上来一个照面直接上膝，飞了，哇，这个连续的面对连续的踢法非常的娴熟啊，这个技术距离的控制啊，确实不错。因为泰国选手呢，他们从小就开始练，甚至从四岁五岁整天就在这个泰拳馆里面熏陶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少年这个方面啊，我觉得泰国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哎，王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这边泰国选手似乎是个反架，对，是个反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中这样子，对王玉豪来说也特别的不适应啊。是啊，非常难适应。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泰国选手是左拳在后啊。哦，这种进攻防守的转换非常好，非常漂亮，这个技术非常完美，再加上这个反架，对于我们来说很难适应。哦呦，上来直接上膝，对，迎击的膝啊。铁包比了三角。这边泰方选手搂抱也是非常的果断。哦，这一圈。现在场上局势非常紧张。躲闪也非常的巧妙啊。对。哦。其实王宇豪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在这种打得不顺的情况下，依然打得很有耐心啊。对，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没有出现这种非常急躁的这种情况，还有机会，依旧是有机会。哦，这个进攻，两位小将打得确实很精彩，非常激烈。第二回合也是已经结束。哇，这个我们到第二回合才意识到啊，这边的泰方选手是一个反架，是一个左手拳在后手，对于我们中方选手来说，一时间确实是有一些难适应。这个在距离的控制上，感觉跟平常打的这个训练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这位泰国的小选手呢，是2014年泰国泰拳少年金腰带的国主，对，也是2014年泰国拳王杯的冠军，说双料冠军啊。这个其实那个大家知道啊，泰国的选手来中国打了很多，像这个少年的来中国的还是第一次啊，特别是这么高水平的少年啊，来中国打拳的是少之又少。啊，我又突然想起这个主持人刚才那句介绍，这位选手在泰国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粉丝，在他这个年纪是已经有非常多的粉丝。第三回合上来，我们看到王玉豪的气势是一阵的，看这个回合能不能有机会。好，哦，天哪，这种连续踢好凶。哦，加油加油，王玉豪啊！王一豪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毫不示弱啊。对，这种情况最怕就是浮躁，一旦浮躁很有可能露出破绽。
我看到泰方选手连续的后脚重腿非常的娴熟啊，这一波我的天，这一波逼在墙角，哎呦，这种二次防反的进攻确实给王玉豪打击很大，但王玉豪依然很坚强。是是是，我们看到脚步是稍微有些虚浮，能不能稳住这一波？哇，我们看这个袭击非常的凶狠，这种进攻的连贯性啊，节奏的控制性，哦，虽然处于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就立马扭转局面，所以说是距离控制节奏，很恐怖啊！在这个年纪展现出这种实力。第三回合马上结束了，十秒钟，加油加油加油！好，两位小选手打得非常的精彩。泰国飞象今天的飞机和他的连续的变腿，确实在我们的场上表现出一种不凡的实力。但是我们今天的小兄弟啊，王玉豪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让我们的全民们非常感动，因为虽然年纪两人相对相差一岁，但是在场上我们敢打敢拼往里冲，这是我们应该发扬的地方。本场比赛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7-30，比三就好了，对不对？是吧？但是这个结果我们还是要接受的，27-30，结果。